大夫说喝完这副药，桑桑的嗓子就能治好吧？大哥，这回你给女儿带了什么礼物？带什么的？不带。哎，麻袋，带点。下去。不能带。家里吃的玩的堆得跟山一样。我们当兵的啊，别把孩子宠坏了。不宠。大哥说了不宠，绝对不宠。任感悟造，孝行惑众。感悟造。
好像只对声音感兴趣。九桑桑和城中百姓，就靠你了。马二，如果有下辈子的话，
怎么回事啊？
老头子，那个小六子呢？还有很多人没有得病，怎么能救他们吗？有动静，等会儿。诗诗，你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说你这说书有些意义，有事就跑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此言差矣，我出城是为了搬救兵，瞧这两位爷可都是我亲自请的。昨日凶物入城，闻声而动，袭人无数，特派五路人手传讯，往速来南门救援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这五封信，其中能有一封送进城，南门就会有援兵。你呀，救吧，把钱送出去吧。
现在还在哭，他们怪我，你过来怎么办？对不起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放我们母子吧，你把我们母子要回来，金爷，金爷。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吧，大人帮帮我，帮帮我，帮帮我，不能走，你要是走了，我不走了。啊！等等，你们这几个逃兵，平时吃的是老百姓的俸禄。先不说本官了，这么多的百姓在这有难，你们先走了好吗？我在影城待了这么多年，好像从未见过大人敢问大人的事。本是新来的县城，县城大人，我的小女儿还在城中生死被捕，下官不敢当。太大夫，你也是有官在身的人，只有女儿重要，就百姓就不重要吗？就是，你们当兵的意思是不管百姓死活了？大人，我们支持你，我们都支持你，支持支持支持。太自私了！干什么？反了你了！以下犯上！哎，我们大人是正八品的县官，你是什么？你是小小的火丁，厉害什么你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天你们就在这待着，守着百姓。真没脸不跟你说话呢？那好！哎哎！哎呀，大人！各位请自便，也不是好歹。再一走，这华西楼不知道能撑多久，跟着二位军爷。还有葫芦，何叔都生死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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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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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
藏去。我女儿也得死了。难走不怕，是你。
变成怪物也要在一起。安全吗？你这谁让你跟着来的？给本官放开！二位爷，二位爷，都别冲动！你给本官放开！都这时候了，我先上上灯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场病救不了你的命。何解生财？君爷，这地方真能挡得住吗？这是我们红布寺的走水舱，是专门防火避难用的。这里所有的墙都是用糯米浆混合三合土夯实，只要大门一关，任他多少虫奴都进不来。啊，首长，你天天抱个破杠子干嘛？啊，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大宝剑。啊。大宝剑，老钟，我一定把桑萨和信送出去，救出百姓。里面有人吗？你要干嘛去？闪开！我去救人。
你知道外面这都是什么人吗？他们一路跑过来，你敢保证没人被赶上？那你什么意思？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吗？你看这么多百姓，你把他们放进来，这是把我们大家都害死了。不开门，就是见死不救呗。那你们里边的人是人，外边的人就不是人了吧？起开！哎呀！刘国鼎，你糊涂啊！我去引开他们。要不你带着他们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怎么样？嘿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快，别闹，你救不了他。
快走！快带大家走！走，走。
走。来不及了，不把信送出去，铁叔叔就白死了。走，走，你要干什么？给我回来！蒋大哥在列，列列和爹爹。滚皮青将才偷了您的官服，大人，那个小子给您做了这么多年的饭的份上，你就别耍小子呗。快走，快！他们怕火，快走，去红布寺。僧少，
爹求你了，能听点话吗？缠在骏马上，准备点火，快！来，准备点火，快，快，快！点火，点火！大家点火吧，快，翻起来，快！也跑不了，应该还有一线生机。这是我们红布斯收缴一年的违禁火药，如果有人能够出去拖他一时半刻，我相信我们可以逃出去。那谁来拖住他？咱一起把火药集中到门口。好，大家动作快，从过场走，不要从院内。
你留下来好好陪桑桑吧，傀儡可以以声传声，我控制傀儡发出细枪，把他引下来，这样大家都安全。哎，是，小心点，千万小心。 给我。
炸得稀碎啊！我们不用怕他了，我们赢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都闪开，看我的，看我赵亮他，看看他到底死没死。金色，跑！快跑！啊，怪物只是受伤了，还没有死，快跑啊！好甜，阿瑟，爹你不会丢下你，爹就是和你玩个游戏，爹陪你啊，捉迷藏的游戏，啊。有人拉着你出城，别忘了受点亲，睁开眼睛。
脸上这血呢？啊，李凡呢？啊？幸存的百姓都已经在城外安置好了，我们撤兵吧。再等一等。受伤的好，救不救？小女孩的身上发现一封信，他们用火药炸伤了怪物。药神金火凤速来支援。所有将士集合，营救百姓，进城。